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三，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来，咱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讨论到撒母尼这个人，伊的背景，讨论到上帝对伊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使命感。啊，这个情形其实跟咱现代人原来真有关系，因为咱人活在世间，如果若无一个使命感哦，你活嘞，你会感觉家己吼，日子一天过一天，虽然真无闲，但是心中有一种空虚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无发生伫撒母尼的身躯顶，你敢知为啥物呢？因为因年纪真细孙，还佫囡仔的孙，上帝呼召就临到伊咯。虽然顶一集甲大家分享，撒母尼暗时伫困，连续有三摆，上帝拢甲叫。因为阵年纪真细，撒母尼一个囡仔尔，真单纯，所以听到这个叫的声音，唔知影讲上帝咧甲叫，叫是这个祭司咧叫。所以走去找伊，看你甲叫吼，连续三摆，这个祭司讲无啊。但是为什么你若讲听唔到去一摆两摆当接受？连续三摆拢有人叫你的声，这个祭司也真有经验啊。所以第三摆，撒母尼去甲讲，你敢有甲我叫？这个祭司一摆就真认真对撒母尼讲，我无甲你叫，但是如果那各有人。甲你叫，哦！如果你即马回去，佫听到人甲你叫声，你不妨甲试看麦。你甲应讲，我伫遮，你都莫插什么人甲你叫，你只要讲我伫遮，请切欠，请欢呼。如果若继续讲话，安尼就是上帝的声音啦。哇！小小什么呢？将来唔知影讲上帝，这位逐日伫圣殿中间服侍上帝。竟然真正对伊讲话，所以又搁转去啊！到了第四摆，一个声音又过来了：“撒母尼，撒母尼，撒母尼！”听到这个声音，遵照祭司来教，讲：“我伫遮，请欢呼。”结果上帝就对伊讲话了。上帝特别甲讲：“讲你都莫学这个祭司两个囡仔，那两个狗囡仔。”完全表示我的存在，在圣殿内面还阁乱来，所以伊这规个家庭吼，以后会真凄惨。啊，当然，这件代志什么哩，唔敢甲这事讲，哦，伊唔敢甲讲，因为这是足严重的一个代志。但是其实这个情形，第一未什么哩，听到上帝话语进行，都已经上帝有差遣一个仆人，有一摆就来找这个祭司。就已经甲骗过啊！讲你这两个囝继续安尼落去的时候，后盖伊就真凄惨。啊！你讲这个这些到底有管你的囝无？有啦，因为因做足些无好的代志，加减风声就传到伊耳中。圣经记载讲，以后将这两个囝叫来，要干嘛？讲恁袂当安尼。哦，我有听人讲，讲恁两个足离谱的。上离谱的是啥物呢？因竟然。在人要来圣殿的时阵，因伫遐啰啰嗦啰啰嗦，做一件代志实在是输得上帝非常的生气，决定要甲害死啊！而且来杀身之祸，什么代志？就是因伫遐圣殿的外面创啥呢？去讲教因查某囡仔啦，哦，去讲教因查某人，所以完全无将上帝看在眼内，依然即卖话叫做神棍，完全是利用宗教在骗人的尔。所以，竟然人伫个圣殿的外面在等的时阵，因去啊，甲人咧搭讪，哦，啊去共交因迄查某囡仔，结果呢，佮甲因发生关系。所以，这件代志上，上帝已经忍无可忍啊！原本照你讲，恁爸是祭司，加减我予伊面子，人讲拍狗就看主人啊。但是，这两个交因仔做了实在太过分了，哦，一再予伊悔改机会，不但无改，甚至做个接超过，哦，做个接超过，竟然安尼用因的职务的关系。安尼做一个神棍做个代志，人讲叫做诈财骗色，哦，啊，竟然偷摕圣殿的物件，以外又搁甲俘虏发生关系，这已经完全超过上帝忍耐的极限啦。
所以阵上帝决心啊，这两个人非死不可。所以虽然这个祭司个叫来嘛，讲啊，你两个安尼袂使哦，哦，后盖袂当过安尼啊哦，哦，教囝才好教，啊啊，你囝仔做遮大唔对，啊囝仔叫来讲后盖袂使安就好啊。我感觉这个祭司真有足大问题，一旦即马来看，迄、那个亲子关系啦，吼、哦，这个老爸甲囝仔关系出足大问题嘛，伊咧讲囝仔无咧听啦，吼、哦，啊，所以呢，后来这两个囝仔就是安那，人咧战争的时阵，迄阵有因附近。相本来就常常发生战争，吼、哦，咱即卖了解，这对史书记一直历史啦吼、哦，是对史书记一直延续落来哦，吼、哦，遐咧主因伫史书的时代就定定都是得罪上帝，所以因四周围的人定定甲因相战嘛。啊，上帝本来就讲，恁即摆迦南的时阵，这些人拢爱独调，叫我度过好日子，唔听咩？唔听啦！啊，所以后来常常甲因四周围人有发生战争啦，吼、哦，咱讲到这是咱插一句话。上帝嘛是甲咱讲，咱一个人信主了吼，咱初初来认捌上帝，你都要赶紧将你的坏习惯改掉。莫讲啊，我才初信尔，我拄来教会尔，啊，我拄听道理尔，上帝原谅我，我还阁是个坏习惯无改，千万莫安尼想。咱一个信上帝是规个习惯，哎，规个甲改过来，吼，规个甲改过来。啊无吼，你变作讲信主十年、二十年啊，还阁改迄个坏习惯，吼，还阁伫遐咧奋斗，这实在太艰苦。哦，上帝讲，你入到迦南地头一件代志，只系迦南的人拢总拄刁嘛，歹习惯哦，讲斩草爱拄棍嘛，拢总啊拄刁，唔听咧。结果呢，学着只系迦南人的文化，人甲人斗阵久都会有感情，一个有感情吼、哦，是非对唔对，拢总会错乱去啊，啊，迄、那个焦点拢无准去啊。所以本来绝对唔对的代志，因为有交情，后来无啦，凊彩啦，哦。凊彩，因为朋友啦，吼，因为是朋友啦，所以吼，特别安尼啊，对你吼，较无同款，吼，啊，是跟算五百，你是跟算四百就好。做生意是无要紧，但是你若讲道德一个警察讲啊，朋友啦，啊，无杀人无要紧啊，这件代志我卖报，较会当安尼，袂当啊，吼，所以一定啊，对就是对，唔对就是唔对。但是你若做朋友吼，足济吼，这个本来应该爱做的代志吼，你就要歹势做。所以上帝讲，你一开始都要拄着，唔听啦。所以迄段时间呢。在他们四周围常常有一些民族跟他们都在一个战争、啊、其中当期对以色列人造成困扰就是腓力斯人、哦、腓力斯人这在参孙的时代就已经有了那战争战争很久了、哦、那时候又过一次又过跟以色列人在战的时候、啊、大家战输了以色列人战输了、啊、战输也是很正常因为你看我最后说他们那个以色列人在史书时期发生的事情那才是乱七八糟了去拜上帝，根本都拢乌白拜，无照上帝的吩咐，照人的意思去拜上帝。结果安怎了？怎？甲人相争，啊，证书。以你这两个教囡仔囝讲，证书好大，你卖走，创啥？我将上帝约柜讲出来，啊，看你会惊未惊？爱讲笑，这约柜我甲你讲哦，较早哦，捌过约旦河哦。嘿，我约柜过约旦河时，约旦河水就会分开哦。敢那听就听到你喘屎，我甲你讲，哦。讲到这个腓力斯人，大家嘛会穿呢，因为嘛较早捌风声捌听，听人讲以色列人啊约柜何等的厉害安尼啦，但是唔捌亲自吼体会过，吼、哦、吼，伊哩这两个狗囡仔讲，免惊，大家免惊来，我两个等于登约柜，阿拢无问上帝安尼啦，吼、哦，干那出大事是上帝当作挡箭牌出来咧使用啊，根本都唔捌上帝，干那要利用上帝，这人就是这矛盾。你若感觉上帝是真的，你先啊敢偷提迄个人要献上上帝吧？你先啊敢伫圣殿的外面做这个未见效的代志，根本都无将上帝当作一回事。但是真奇怪哦，即马讲咧小阵正事的是讲我的上帝真牛，哈！我若是上帝，我真笑到喙齿打了了。我跟你讲啊，我这牛，你先拢唔惊我，吼、哦！啊，即马拄到代志啊，才开始相信讲上帝是真的。啊，即马吼入去内面将这个约柜扛出来。吼、哦，跟约柜出来，讲来啊来啊来啊，好，约柜跟出来，好大你就卖走哈，安尼真欢喜跟出来，结果咧，上帝让伊死伫战场，哦，让伊死伫战场，啊、哦，所以伊哩这两个囝跟约柜出去，有出去无去等来，不但安尼，约柜要敌人当作战利品，换倒东西啊，安尼看会凄惨未？哦。上帝用气以色列人气，甲家己民族袂要顾，你敢知？迄敢那亲像咧，
亲像老爸将囝拖出去防拍安尼啦。我唔要拍做你拍，吼、哦、啊，请便安尼，吼、哦，我无要插，吼、哦，你做你个拍，拍四边袂要紧，安尼。迄一个老爸气甲即个家己的面子拢无要顶啊！你看迄囝外五亿就好，你看即个囝也饲甲老爸要气死啊！我甲你讲，上帝心情已经差不多到即个程度啊！吼、哦，以色列人，你想约柜扛出去，我就一定要替恁负责任吗？吼、哦！恁出去外面用个乱七八糟，啊！才叫我甲你切卡算安尼哦，无这个代志啊！哦，好汉做事好汉当啦！哦，你若家己要安尼舞吼，随在你啦。要回光出去做恁光啊！所以亲爱朋友啊，你莫想讲我赛车头前吊一个十字架，吼、哦，迄我油门甲吹落去拢免惊的呢。啊，我一条十字架只大大机，而且咧动啊，我唔免惊嘞。迄若弄着吼，迄弄死别人未死着我。你他妈你莫来想啊！我甲你讲。哦，你也想到圣经讲的啊，伊哩这死这两个囝约柜扛出去，拢无效，该死我那都爱死啦，约柜扛出去不较做啦。哦，所以你也千万唔好就是讲你的十字架扛出来就偌好用，佮偌好用。哦，讲什么大力刀用，敢那十字架当作斧啊，佮大力车，连咧僵尸看到你都会惊，无迄个代志啊，千万莫迷信。哦，讲我呢，只吊一条十字架破链，上帝保我平安。同款啦，哦，该十点回去，你就要拖到十二点，哦吼，照常伫外面伫街路咧坐，那真危险。啊，你莫拄着歹人，安尼十二个，你莫我来哦，你莫我来，我有十二个哦，你笑死人，人家咧当作咧笑的，哦，唯一咧当保护你，就是人认为你是笑的，我紧走，可能是安尼尔啦，哈、啊，你根本你都莫认为讲十二个安怎甲你保护，是上帝保护你，唔是迄个十二个，唔是迄个记号，哦，唔是你的宗教信仰。是真正迄位神，但是当你所做的代志不配得到上帝恩典的时阵，上帝做伊走，我头都走。你阁是不是搬迄个对规拖拉机的来，我拢同款。你无看足侪迄落咧搬音乐的有无？迄热门的摇滚的，迄唱的歌乱七八糟，咱嘛一条十字架大大条，甲你吊伫遮，迄就是咧吊好看的。伊感觉我吊一条十字架，唱啊即落啦啦啦，唱啊即落歌呢足怕呀呢。因为我甲你讲，迄条十字架拢完全吊好看的，一点啊录音都无啦，完全无录音啊。所以这些两个囝将这个约柜扛出来，结果足悲惨的结局，就是因两个人正式的阵营，而且呢约柜也搬去啊。所以这个上帝对撒母耳讲的代志吼，拢有实现。从迄个时阵开始，常常上帝拢会对撒母耳讲话，啊，而且呢讲的话吼，拢真准啦，啊，当然是真准啦，上帝袂甲伊讲笑嘛。所以撒母耳对人讲啥物，讲啥物，人讲哦，啊，这个囡仔卖看伊细汉。看到上帝拢有甲伊讲话哦，吼、哦，伊若咧讲啥，咱都爱甲听。所以慢慢慢慢，撒母耳在即个民众的中间，就成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虽然年纪无大哦，但是上帝甲伊做伙，上帝甲伊伫咧，所以这百姓也是非常的尊重伊。好、哦，虽然人毋免惊咱少年，只要咱有单纯的心，上帝甲咱做伙，吼、哦，这个足歹的时机、足歹的社会中，咱挖靠上帝，咱就会当成做上帝手中。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工具啦，吼、哦！后来啊，咱这个到底吼，伊安尼这个约柜用更久了，发生一个足奇怪，啊嘛是足刺激的代志，什么代志啊？咱有可能来继续讲。来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吼、哦，来讲到这段吼，实在是介好笑。即马伊哩两个囝将约柜扛出来，啊，甲人前战败，不但战败，两个人死，迄场以色列人死四千个人，啊、哦，我那真凄惨，对啦。即马有人对战场逃走，冲去个圣殿的内面，甲因老爸讲，代志满，代志满，哦，伊哩迄阵已经98岁啊，98岁啊，坐伫椅仔顶，真老啊。人讲，代志满，代志满，吼！你两个囝吼，已经哦，非历史人害死啊！迄、那个老伊哩听到一句话是，惊一个怎啊跌倒，对椅仔顶怎啊跌落来，吼、哦！伤过着惊，啊，老岁仔人90几岁，迄个堪要跌，吼、哦！虽然呢跌落尔，跌一个讲，跌到后脑只颔棍怎啊断去，吼、哦！跌一个碎死，啊，所以哦，足可怜的啦，吼、哦！
一暝之间啊，死三个，老爸甲囝总死。这就是因为伊家己个囝教了无好。啊，这就是因为咱人因为家己个罪恶，受到上帝的审判，受到上帝的处罚啊，足可怜。其实你若看几本旧约个圣经，这种个 case 并不是讲真济呢。哦，上帝一般拢予咱一摆搁一摆个机会，实在有影一家人太过分啦，太离谱去啊，伤咸啊，哦，啊，所以无法度发生这个悲剧。啊，你讲趣味是趣味伫倒位呢？就是因个敌人，非利士人，哇，大家伫遐嘻嘻哈哈笑到要死，讲啥物约柜偌厉害，搁倒偌厉害，听讲啥物大发神威，结果呢，根本都无啥物路用嘛，哦，三两个啊，搁清清了了解决蛋杀啦，吼、哦，大家真欢喜呢，将这个约柜卷转去。古早算一个习惯，吼、哦，因若甲人相战吼，那是战赢个阵吼，就是代表因个神真牛，所以呢，为着庆祝，因会将对方个神，吼、哦，对方个神。安尼提来藏伫家己个神个庙内面，哦，敢那亲像讲战俘就对啦，你战俘无，哦，俘虏安尼啦，哦，啊，用掠来啊，叫你跪伫人个面头前安尼，差不多迄个意思。因全将这个约柜呢，扛去因个庙内面，因个庙阵因所摆迄个神明呢，叫做大衮，哦，大衮呐，藏伫迄个庙内面，足欢喜个哦，大家伫遐庆祝哦，真奇怪。第二日。迄、那个庙门甲拍开，一个看，哎呦，那玉柜彩礼呀，啊，迄、那个新名吼，迄新新名吼，拍伊呀，哎，那系安尼，啊，都是个狗屎囡仔，真正，吼、哦，新名甲咱车倒去，吼、哦，大家看下来讲，啊，今日卖红灾，那发生这类代志，将迄身新名囡仔扶起来，哦，扶起来，哦，阿哥，隔天讲，门个一个拍开，佫较死，安怎死呢？不但新民头一日拍伫遐尔，对无？你甲扶起来，第二日不但拍伫遐，脚也断，手也断。吼！迄大家面上惊着，你敢知？头一日你会讲这是可能是讲叫做凑巧啦，吼，可能是啊足拄好安尼，毋知倒一个狗囡仔啊伫遐咧作怪搞怪。但是连续两工拢发生这个代志，回来厝人惊着啊，惊着啊，都知影讲。这个玉龟真正是厉害，但是为何这么厉害的玉龟啊？跟咱咧烧神的时阵，是安怎来无比保庇这个以色列？这点因非利士人真正想无，因真正想无。在因的观念来讲，应该是这个玉龟呢，这么厉害，战争的时阵在战场，咱就应该输啊才对。啊，是安怎咱刚到回来了，才在这里作怪？哦，因在底下咧讨论讲，哇，是啊是啊，咱得罪着因的神啊！哦，因的神甲伊的百姓中间，啥物恩恩怨怨，咱唔知啦。但是咱今日得罪这个神吼，咱洗掉，会惊你敢知？哦，大家伫遐咧惊咧，但是惊已经收完去啊。因为因对上帝的藐视，吼、哦，因为因都唔捌上帝嘛，吼、哦，所以真轻视上帝，竟然将约柜放伫因的神的庙内面，这是足大一个侮辱的。哦，上帝因为以色列人背逆，上帝甘愿受这种侮辱，但是呢，恁这非利士人做这个代志，敢唔免受到处罚？圣经记载，讲上帝用一个真特别的方法，哦，超自然的方法，就是呢，无大无是讲一夜之间，才会非利士人呢，大家拢得到痔疮，哈哈，真好笑，你敢知？啊，即个勇士呢，好真好正经诶，叫伊讲哦，惊落来拢歪八字啊呢，安怎？哦，痔疮咧疼啦，哦，痔疮咧发作啦，哦，去骨病所拢会流血安尼，哇，足艰苦，你敢知？哦，所以人家才讲啊，是啊，是啊。因为你若讲一两个，拢算得着怪病，迄几个敢传染病同款，迄像咧古早咧台湾哦，咧得着这个 SARS 同款，你讲吼，这个情形啊，看你会惊未惊，一定惊。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大家伫遐讨论讲，哇是啊是啊，咱实在是大大得罪这位约柜的上帝耶和华，但是啥未安怎吼？啊，照因的习惯，就是爱讲回事咧，吼，啊，就是爱将这个约柜爱扛登去害以色列人，爱去炸着这个足济礼物，吼。赔不是啦，爱回是咧表示因的诚意，安尼啊，这个代志才有法妥当解决。所以你对这个代志，你看来讲，上帝真正是为着这百姓，连伊的民主啊，也当讲尽扫落地啦。虽然后来上帝是有出手，或者会的属人惊到，将约柜赶紧要送倒转来，但是这个过程的中间，我想上帝吼非常的生气，就是这以色列的百姓太乱来了啊。
约柜安尼无问过上帝，清清菜菜从啊扔出去，哦，啊发生这个代志，啊是什么人要负这个责任？现在伊咱今日讲个好法，追求一个政治责任，吼、哦，到底什么人爱失职，吼、哦，什么人啊咱那个免职安尼爱正讨论的吼、哦，所以迄摆时阵以色列人做这个代志，伫这个规个以色列历史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吼，以色列人了解啊，吼、哦，那个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无经过一个驾驶啊。因未够较了解上帝，经过这件代志的时候，因就知影，哦，知影讲敬畏上帝，唔是将一寡看得到的物件啊摕去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基督教正反对天主教，用这个什么圣水啦，哦，还是讲就这个圣袍啦，用足侪物件，讲迄个物件就是有神圣的意义，因为这种代志伫古约已经发生过正侪摆啊。上帝已经足清楚讲，唔是安尼，哦，这个圣物爱尊重，这一定嘞。圣物袂当乌白来，这是代表咱对上帝一种尊重。但是千万袂当想讲，圣物都是有一种个什么款个特别的作用啊。比如讲，第一条这个破链，吼、哦，是不是给破链啊？都袂得到 SARS， 袂得到啊 AIDS， 袂得到感冒，无这个代志。好、哦，咱应该尊重伫圣殿内面用个物件，即个器具。咱应该尊重，但是千万莫叫是讲，这类物件放喺厝里当什么辟邪啦，哦，搭咧壁了，什么妖魔鬼怪，拢唔敢来啦。这唔是基督教，这唔是圣经所教示的一种真理。所以透过今日故事，神所对大家说明，哦，啊，到底这个撒母尼，伊伫迄个这尼啊无好的时代，伊爱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咧？欲以伤情，懊悔悔改。来，欢迎收看我小老三爱讲笑哦。啊，今日来，我邀请特别来宾就是高师囡啊，来，高师囡，对咱所有观众朋友哈，请安一下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师囡啊。对，啊，我先做呢，叫这个高师囡啊来呢，因为我要借伊这粒头哈，做一个道具哈，对大家说明一下。哈、啊。借我的头，你跟他讲带我上电视，你无甲我讲借我的头呢？嗯，你这粒头圆滚滚，看到一粒敢那石头同款哦。啊，我今仔日的故事呢，要讲一个甲石头有关系啦啊，所以呢，要借你这粒头来做一个比喻吼、哦，来，你先看我来吼、哦，来，大家看麦咧。那那个高师囡仔，这粒头圆啦，一粒敢那石头同款啊！来讲一个石头的故事哈。哎、哦，等下，我抗议。哎，小老三啊，迄人的头是头，甲石头头，就是你那敢讲人个高师囡仔头是石头啊？无啦，我是讲哦，吼，大家安尼看一看来，够现场感啊！无老三，你去摸一粒石头来。我无啦，即马你叫我去对摸石头，他们这个都市的生活，石头四界一条吹得有哦，迄个还佫专工去吹呢。好啦，啊无安尼，教师今仔日较委屈嘞吼。既然小老三要借你的头吼，啊你小可以安尼用一下，看到底要变啥物物。石头的故事到底啥物故事吼？你赶紧来讲啊。嗯，这个石头的故事就是你讲，较早伫一个产地内面有一粒石头呢，倒伫遐，伊咧卖完。卖怨什么呢？卖怨讲落一场雨了，大家吼底下欢喜讲啊，欢喜讲落雨真好。落雨哪能好？我要吵死，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啊！迄无想看卖呢？我这粒石头已经伫遮遮尔久啊，拢无甲我学落，敢若学落这场雨是要创啥？结果一只大棍钻出来，就甲讲啊，讲哎。啊！你这个石头真奇怪啊！落雨是因为真久无落雨，咱这个所在需要雨水哦，予咱当好修行。啊！你这粒石头伫遮虽然倒咧几百年啊，但是你对这个土地只是阻碍，却是无任何的贡献。啊！你搁敢伫遮大声细声啊！所以你这石头讲卖叫是家己定翘翘啊！伫遮坐真久都真有功劳。其实呢，
你根本就是一个阻碍，应该找人把你踢掉才对啊！安尼这个简单的故事什么意义呢？来，下面咱请老三来解释哈。啊，哎、啊，安尼等滴我请来，这是要解释哈。好，阿婆安尼讲啊，这个石头哦，伊可能就是亲像足侪人吼，认为讲家己敢那真厉害，像讲啊，咱而且吼无功劳毛苦劳吼，可能真侪人。拢认为讲，家己只要站一个位置，坐了真久，做了久，就是有功劳。其实无一定，哦，无一定讲你做了久就有功劳。敢那亲像咱咧讲三摩尼耶吼，咱咧讲到讲这个祭司，伊虽然做一个祭司而已，吼，伊讲我做了久就有功劳，吼，啊，因为这个工作无人咧做，我咧做，就是有功劳。其实，伊虽然做一个对祭司，但是对囡仔管教其实是真失败啊，哦，所以伊虽然有迄个职务伫遐，但是伊并无。发挥迄个作用啦，敢若亲像迄粒石头啊，虽然伫一片田内面已经倒真久啊，但是呢，并无发挥作用。所以可能也真侪老爸老母，可能踮厝诶做老爸诶角色，做老母诶角色，已经做二三十年，但是讲无定，也无发挥什么款诶效果。吼、哦，所以卖叫是家己是石头，其实有当啊，一场雨叫做及时雨吼、哦，来得拄啊好，才是有效果。啊，我讲安尼会使也未使哈，小老三甲你请教一下。厉害厉害厉害！啊，一个小小的故事，你也当讲出一篇的大道理，确实有影。这个故事甲咱讲，就是呢，一场雨虽然来一摆，但是也真有意义。一粒石头当面久一百年，可能也是废物。这个道理，大家家己想。啊，多谢多谢咱特别来宾，多谢咱这个教师囡仔吼。对啦，后摆有机会哦，过来上电视，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